是谁？她就是我在这个地球上最最崇拜的人，阿丹姐姐。她就像个神秘的外星人，是飞碟送给地球最好的礼物。不要再去报告，我嘛要跟你做伙。这就是我的命运。我一定无爱伊啊！你走吧。No。你为什么就是讲袂听啦？这世间上是有做这代志，是咱无法度通做的。 从小除了爸爸之外，他都不喜欢其他男生。他讨厌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兄弟们救生！镇上的人都知道，只要听到女生在求救，阿丹姐姐的能量就会大爆发。她富有正义感，她的超能力天下无敌。 武功高强又充满正义感的阿丹姐姐，博学多闻又擅长分析的佩佩姐姐，双手灵巧又温柔善良的小米姐姐，她们一起组成坏女孩三人组，团结女生力量，打倒臭男生。所以打击邪恶势力。 维护宇宙和平的责任，只有她可以一肩扛起。她是谁？她就是我最亲爱的姐姐，阿丹姐姐。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讲，我最崇拜的人。谢谢大家。
今天喝果汁还是牛奶？我要喝这一杯。哎，那是我的啦。你哦，你再慢慢喝，我就不管你了。妈，你看啦，姐要这样啦，我要跟爸讲。阿呆，让一下妹妹吗？我才不要嘞，反正爸去台北工作，还有一个多月才回来，我才不怕你嘞。快点喝，妹妹。哎，姐，找我。你最喜欢吃的蛋哎。姐，那今天也要去吗？那当然喽，快点！今天天气好好哦。对呀、啊，搞不好会遇到什么好事哎。嗯，最好是。让让让让！哦，已经这么多人在排了，快点快点，快点帮我排，快点你下去。香葱面包，来，都来了。香葱面包到底哪里好吃吗？哎呀，你不懂啊，反正很好吃就对了。再来一个，好像还有很多个哎。来，给你，嗯，很棒。还给你，乖哦。谢谢。嗯，我的香葱面包。嗯，姐，快要迟到了，你还不快点？看啦。哎呀，烦哎，让他享受一下不行哦。真的很爱准时，走啊！我们家的贾斯汀啊，一大早就去面包店练习了。对了，我们刚离开，在路上了。啊！哦，这一期帮你拍得很棒哎，贾斯汀啊，这开机流程都清楚了吧？嗯，我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啊，你为什么坚持挑选这个剧本？这个戏有层次。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那我就得尝试各种角色。我不想只当个偶像。撞到墙了、哦！干嘛？管我！跳高一点呢、啊哦，再跳高一点呢、啊。好了，玩你啊！哦，你又看不懂。哎、欸，哦，差点摔倒。哇，对不起啊！你看，看什么、啊？什么？哦，这就是所谓的告白。告白？是哦，好好的，有人看上你嘞！白痴哦，找死啊！校长，你们学校很不错，宽敞、明亮、舒适，可是少了一点灵魂啊！灵魂？哎，校长，灵魂不是没有比较好。我们导演的意思应该是说，你们学校很有自己的风格，应该会给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哦，灵感？嗯，胖导没有错，我们这个地方最漂亮了。山明水秀，风景如画，而且富有浓浓的人情味。啊，像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如果因为拍电影哦，而能够带动地方的观光的话，那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啊，给你们按赞。谢谢你。不用。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哪一位大明星？啊，他就是现在新生代偶像贾斯汀。
待会啊，记得走慢一点。什么魔旋，用你的眼神杀死他们吧！啊！现在怎样？妈祖出巡了。哎，佩，那男谁啊？你不知道吗？他就是目前亚洲人气偶像第一名，爱情电影最佳男主角贾斯汀。哦，你是说唱那个 baby？ 不是那个啦，蛋，我们喜欢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我有他的写真集、等身大海报，还有他代言的护唇膏，我还有加入他的音乐会哦。借我看一下啦。哇塞，真的假的？哎，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我怎么都不知道？哎呀，他不能擦，那坏掉了，还给我，好幼稚哦，还给我，阿丹，丹琪，不愧是超级巨星啊！对啊，超级红的。哎，我的造势晚会都没有这么多人。这还只是个开始呢，等到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这里一定会更轰动。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这部电影是在讲什么故事？这是一个改编自80年代真实的爱情故事，两个体育班的男女学生因为一起跑步而相识相恋。每天这样练习。我觉得好累哦，每天和你一起练习，跑在同样的操场上，呼吸的相同的空气，而我却要不断猜测你的心。我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哦。放心吧，喜欢就不会累了。太好了，太好了，杰西卡，你将是你缠绵悱恻的害羞情感完全表达出来。好，我们接下来拍《爱的吊箱》吧。好，走。阿成，轻盈的体态呢？优雅的弧线呢？体操课都外伤了吗？你到底行不行啊？好，让演员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再拍。哎，你们两个，今天来我家吃饭好不好？不行啦，我要写一篇论文耶。都放暑假了，写什么论文啊？是普林斯顿科学杂志邀约我的，你找小米去啦。哦，可是我等一下还要去买毛线，可能要晚一点。哎，你们两个是怎样？都放暑假了，哪来那么多事情要忙啊？我不管了，反正我们都住在同条街上，你们晚上给我出现就对了，听到没有？哎，这个小鬼是谁啊？哼，你们很慢的。黄丹琪，我有话跟你讲。走开啦！我知道这样很突然，但我真的很喜欢。哦，吼什么吼啊？你笑。谈恋爱我要跟妈说。你敢跟妈说你就死定了。不要嘞，我才不怕你。你打不到。不准跑！喂，你先撑下去，我们仔细思考，我们不一定要跳箱嘛，我们跳格子也可以啊。你有跳箱了。可是现在这个就卡在这个跳箱，真的不行的话，其实也不是办法。我们要不要快拍下一场？你觉得怎么样？下一场不行了，先这个，还是先这个，还是先这个。给我回来！
又是你黄丹琪，有你就没有好事哎。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那女的自己躺在那边，谁会注意到她？哎，你这个同学啊，你这个什么态度啊？不是你，这件事情会发生吗？你弄伤我们家的杰西卡、啊，你打算怎么赔偿啊？赔？哼，我为什么要赔啊？我们家贾斯汀为了接这部戏，排开了所有的演出邀约，还出钱投资这部戏。现在女主角受了这么严重的伤，戏要怎么拍下去啊？哎，拍电影了不起啊？而且你那女主角，你只不过是个花瓶而已吧？花瓶？花瓶碎了也要你粘啊？那你就拿来给我粘啊！哎，你这个不合理语言啊！怎么样？不然就你好了。你来演，就当做赔偿吧。哈？我？你怕了？哎，贾斯汀啊，你没搞错吧？别开玩笑啊！没问题，我相信我的眼光，而且演出合约上也注明我选择女主角的权利吧。导演，他，我可以。他，我也可以。他可以，不，他可以，他可以。可以什么、啊？黄丹琴，反正明天就放暑假了嘛，你可就好好表现哦。如果你害剧组戏拍不下去的话，我可是要请你妈妈来学校一趟的啊。好了，没事了，咱们到隔壁喝茶。走。哎，校长，就这么决定了啊。丹，怎么办啊？拍电影哎，这个剧本呢是在说高中体育班一对男女学生的爱情故事。原本两个人一起甜蜜的练习田径，后来男主角受伤了，意志消沉，在你的鼓励下变成一个超厉害的面包师傅。可是丹，爱情电影哎，你真的会演戏吗？都是你啦！拜托，姐可以跟我的贾斯汀演戏，姐怕的话我来演就好啦。演就演啊，爱情电影嘛，不过就是谈谈恋爱而已啊，有什么好怕的？可是姐，你谈过恋爱吗？哎呦，这东西弄得我头发好痒哦！你们到底要干嘛啦？哎，你知道你是个女生吗？废话，我当然知道我是女生啊！还有，我叫做阿丹，不是什么 AA 哦。好，阿丹，我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头发毛躁的可以当菜瓜布，眉毛，哎，哎呦，简直像毛毛虫一样。还有这个肌肉，你练得跟佑胜一样做什么嘛？第一女主角，啊，杀了我算了。哎，干嘛这样啊？至少我很健康，好不好？还有，我长得也不算差啊。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干嘛？你干嘛呀？你来了！变态啊你！副导，我尽力了。阿丹姐姐呢？
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啊？拜托，我从小都知道自己很美，好不好？美什么啊？要是你会红啊，我马修就帮你三分提鞋。搞不清楚这意思，怎么可能呢？这一场戏是在讲你们因为朝夕相处而萌生爱意。阿当，给我一个淡淡的可爱微笑，不要太多 ，Don't too much, OK？ 哦，好，现场准备。好了，现场准备了。哎，罗生，三局一菜馆。Action！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期，共度过好。卡！阿当，你的脸怎么了？我在装可爱啊，怎么了吗？我不是叫你眼神都没有贾斯汀的时候要露出淡淡的可爱微笑吗？有啊，淡淡的啊，你看我偷瞄偷瞄，然后淡淡的，不可爱吗？哪里可爱啊？你以为演戏这么容易啊？该你什么事啊？我演的是体育班的学生呢，有种就去操场比赛赛跑啊，谁赢就谁爱谁，不要在那边给我装可爱，还偷瞄，变态啊！导演，所以呢，我早就说应该找其他新的演员啊，他只会耽误进度，到时候我就带贾斯汀离开喽。好，用赛跑来一决胜负吧。啊？看吧。贾斯汀，你干嘛帮他说话？既然剧本里设定女主角是体育班的学生，如果我跑步来决定谁爱谁，好像也有道理吧？导演，你觉得呢？好，那我们改成爱的跑步吧。Yes。走。原来拍电影的阵仗这么大啊。对啊，我看那算一算，至少100人吧。中午便当哦，他们一定都吃不完。像我一定会把便当吃光光，毕竟我在发育。哎，不知道他们这样子忙东忙西是真忙还是假忙？是瞎忙。太可恶了！给我啦！看到没有？垫一下嘛！给我放下！坐下！干嘛？你为什么要去帮他们扛器材？那是他们的工作。你是女主角哎，你受伤了怎么办？我怎么可能受伤？更何况人家需要帮忙，我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嘞？你那叫多管闲事。电影讲求的是分工合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分。你是女主角，就应该把剧本背熟，把戏演好。你去帮忙扛器材，是不是会流汗？流汗我是不是得帮你补？补完是不是浪费大家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演完戏就回到这里，离开这就乖乖的去演戏，哪都别去了。知道吗？换衣服！不是他，是我。都打去！卡！再一次。Thank you.
么搞的？我跟你讲几遍了，这一场戏的重点是你在学校练习跑步的时候，因为男主角的鼓励，让你喜欢上跑步的感觉。你要给我热情的眼神，热情 passion 对的伤。好啊，喂，阿呆。阿丹啦，要讲几遍啊？随便啊，阿呆。你这样跑，我们今天都别想收工了。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热情啊？先生，我热量都快没了，哪来的热情啊？哦，那电影怎么那么无聊啊？好饿，我到底要做什么事啊？为什么还不帮我们办啊？嗯，好饿哦。好，准备了。你要来了啊！我记得阿丽塔，那个谁，把他追回来。阿丹，别忙。谢谢谢谢。那假设丁哥，怎么了吗？我没胃口。哦，我的胃口可是好得不得了呢。嗯，所以根据我的分析，他根本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怪咖。没错，他真的是一个怪咖。有一次那个谁拿便当给他吃，他竟然一口都不吃。哎，是哦，这就是所谓的耍大牌吗？没错，他就是耍大牌。像每次演戏的时候啊，导演都喊 OK， 可是呢，他都要坚持再来一次。卡 ，OK。导演，再一次。所以他很讨人厌喽。哦，还有更讨人厌的喽。哎，卡卡卡卡卡！哎，你到底会不会演戏啊？拜托你不要挡住贾师弟的镜头嘛。拜托你啦！嘿，接住！呼，好身手！这是干嘛？早餐啊，请你吃，我人好吧？废话。我是问你拿早餐给我干嘛？哦，这是要谢谢你那天请我吃这么好吃的克里姆面包啊！你也知道的嘛，我还在长大，肚子超级容易饿的，所以呢，这是谢礼，就不客气的收下吧。哎呦！这才叫食物，好好吃哦。不公平！为什么你有一整车好吃的东西，我也要？我为了这部电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面包，这些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你要是喜欢，就通通拿去吃吧。真的吗？真的可以给我吃？真的可以给我吃？你已经在吃了。你最好。我看这些根本都是你自己喜欢吃的吧。好，随便你怎么说。你干嘛怕人家知道啊？耍大牌啊。我耍大牌？对啊，我朋友都说大明星都喜欢耍大牌，搞神秘，脾气又古怪，
像上次那个谁拿便当给你吃，你就不肯吃啊？我都有看到哦。把菜全部混在一起，原本的味道都不见了，这根本叫不尊重食物嘛。嗯，它吃到肚子里面还不又混在一起？嗯，好吃哦。各位同学，注意喽，在夏令营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办一个分享会，请每个同学啊要带来一道和家人一起做的小点心，我们来看看谁家做的最好吃哦。好。小溪，老师说办分享会，你们家要做什么呀？我还不确定啊。我妈超会做 cheese 蛋糕的，她说是用阿尔卑斯山的 cheese 做的，超级香的。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姐会做宇治金石蛋糕哦，吃在口中那又嫩又滑的口感，让人忘不了耶。哼，再怎么说也比不过我妈做的芋香蜜糖马卡龙。咬下一口，芋头和蜂蜜融为一体，双重口感，甜蜜在心头啊！小溪，你呢？这样就好了。可气。这样有没有比较舒服？你今天怎么了？妈，你会做蛋糕吗？你想吃蛋糕啊？就是那个夏令营老师说要办点心分享会，让我们和家人一起动手做点心啊。嗯，好啊，明天妈就做给你吃。太好了。可是你真的会做吗？放心啦，我什么都蛮会做。啊，宝贝，水，拿水给妈妈。要搅拌到它很匀哦。有蛋不就是蛋糕吗？这哪算是蛋糕啊？以后想不想当面包师傅？想。想哦。你知道为什么面团要这么滚吗？嗯，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啊，这样子你在吃那个面包的时候才会更绵密，才会好吃。爸，你在干嘛啊？我在跟面团说话啊。干嘛跟他们说话？面团是有生命的，如果说我们要让吃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心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哦。真的吗？不然你可以试试看啊。要好吃哦。不好吃？嗯，好吃。导演，我真的哭不出来啦！啊，好了，干嘛哭啊？那个谁，哎呦，想办法让他哭出来。哎，
准备好了 ，keep 住，哎 ，action！想到贾斯汀这么聪明，居然发现阿丹最大的弱点就是食物。是哦，我想丹只是爱吃，他一定不是在谈恋爱。谈恋爱？黄丹琪，你跟谁谈恋爱啊？那我嘞，黄丹琪，我来了，还来？不行，阿丹姐姐不可以跟我的贾斯汀谈恋爱，这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踢爆臭男生的大屁股，拔光坏蛋的嘎吱猫，我为女孩，女孩为我，坏女孩出道。哇，这是什么啊？我第一次看到一整车的甜点呢。你们正经点。为了避免阿丹姐姐被我的贾斯汀继续控制下去，追车的食物绝对是关键，我们就把他们消灭了吧。准备好了吗？是的，船长。好吃哦。你们认真点。这一场戏，贾斯汀会给你告白，然后他会抱住你，你的脸上要有被吓到，也要有羞涩的感觉，一点点就好 ，Don't do much，OK？、Okay? 好，拿来哦。羞涩嘞。好，准备。笑什么？怕了吧？好好演哦。哎，准备哦！哎，放手！六二 A 之六 ，Take one，Free，Action！ 嗯，慕云，今天天气真好，谢谢你邀我出来玩。是啊，看见这么美的天气，就会想到你。哎，你看海鸥哎，真的哎，嗯，哇！他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幸福哎，你知道吗？这三年来，我心里始终有个结打不开。什么结啊？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思绪，也是一种无法解释的念头，但它就是发生了，让我的心像小鹿一样到处乱撞，却又无法挣脱。
我好痛苦，直到看见你的笑容，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我？因为我喜欢你。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是一个他。肚子饿了吼，妈，妈，嗯，我问你个问题哦，如果一个男生亲了一个女生，那代表什么？代表那个男生喜欢那个女生啊。可是那个男生平常对那个女生都不理不睬的啊，完全看不出来那个男生喜欢那个女生呢。说不定日久生情，那个男生不知不觉就被那个女生吸引了，两个人就恋爱了。是哦，恋爱？妈，什么是恋爱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恋爱，我只知道每次看到你老爸把我准备的饭菜都吃光光，然后露出那种满足的笑容，我就觉得很幸福了。就是恋爱哦。
好像说要做给贾斯汀吃哎。贾斯汀？为什么要做给他啊？这样根本不合逻辑啊。妈，要去帮姐吗？我不敢，你去。很厉害吧？嗯。嘿，又是你，你不烦啊？我不能让你过去的，你只会被那男人骗。干你屁事啊！只有我才是真心喜欢你。Hello。你来干嘛？请你吃饭啊。这一定不是你做的。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些菜色，还用胡萝卜磕出一朵小花，你这么粗鲁，怎么可能是你做的？哎，你干嘛这样啊？你演戏演那么好，还不是因为从小演到大？我又不像你，我做菜也没做过几次啊。别说了，那不是好的回忆。真羡慕你们有开心的童年。你童年不开心吗？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爸爸为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一个薪水不错的工作，跑去开了一家面包店。后来他因为太过操劳而过世了。马修是我唯一的亲人，一直以来都是叔叔在照顾我的。我永远都记得爸爸做面包的神情，他真的很开心。其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啊。我没办法，就像我现在就得下去拍戏。谁说的？跟我来，快走啊。干嘛？走快点。喂，这是要去哪？喂，小声一点啊。喂，哎，你大哥跑去哪啊？快点啦！喂，啊，就是这里啦。怎么样，很不错吧？啊，我要吃到饱！喂，你在喊什么？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心里有什么愿望就要大声喊出来啊！这样喊有用吗？当然有了，每次我这样喊，我老爸老妈在对面听到了，就会帮我实现所有的愿望。拜托，听起来很笨。才不笨呢，我爸常说心里有什么话就要大声的喊出来。他告诉我们，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那又怎么样？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就够啦。因为他说，做自己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真正开心的人。这应该很难吧？才不难呢，你又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一向都这么无忧无虑吗？哪有，我烦恼可多的嘞。其实我是我爸妈收养的小孩。从小呢，我爸怕我被人家欺负，所以就教我功夫，就是希望我可以变得更强，更可以保护我自己。干嘛？就对对台词喽。哦，干嘛、啊？痛哎、欸！你再不说实话，我就和妈说了。你在捏我，我就不帮你做蛋糕，让你去学校出糗。啊，不要啦，姐，帮我嘛。好啊，好啊。可是你真的会做吗？哎呦，放心啦，我什么都蛮会做。叔叔，这给你。这可是我亲手做的。贾斯汀，你坐。你跟那个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啊，只是朋友而已啊。朋友？那你们感情还真好啊，好到可以亲嘴跟约会啊。我不是禁止你谈恋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乡巴佬为什么想接近你？我都是为你好。叔叔，别老是觉得想跟我做朋友的人都是坏人。我也应该有权利选择朋友，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吧。我真搞不懂你。我只是想做我自己。那你现在不是你自己，那你是什么？这不是真正的我。我想做面包。我想做自己。吃了吧，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东西了。跟踪我哦！这什么味道？我也不知道。
你真的阿呆耶，既然做到烧焦，而且这是贵吧？哎呦，哪知道啊。你要帮我们做啊？当然啊，不过我不会做蛋糕，我倒是可以做出好吃的面包。可是你真会做吗？放心啦，我什么都蛮会做。嗯？首先，先把面粉倒入，再加些许的酵母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水哦，然后把它们和一和，揉成团。接下来等它们进行发酵就可以了。你看，面团已经发酵完成了，而且我还加入了龙眼干呢。哇！记得，面团的气泡要完全挤出来，这样烤出来的面包比较漂亮。面包要好吃，酵母菌和乳酸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就像是情人一样，要在特定的温度和条件之下才有机会培养感情。要好吃哦，试试看吧。哇，好漂亮哦。好香哦。没想到你面包做的这么好吃哎！我刚刚看你做面包的时候，你看起来特别开心，我从来没有看你那么开心过的样子哎。真的吗？嗯，而且你刚刚是不是有对面团说话？是啊，我爸爸说过，面团是有生命的。如果想要让吃面包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心意，就要用心呵护面团，把想法告诉他。哦，好神奇哦。那，那你对面团说了什么？我刚刚跟他说，要好吃哦。哦，好像真的有效哎。哎。嗯。谢谢你。谢什么啦？你如果真的要谢我的话，那你就每天做面包给我吃。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好，各位同学，现在呢，我就要请大家把你和佳琪做点心拿出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好，这是我妈妈做的鹅龟条。嗯，不是马卡龙吗？这是我姐做的红豆口味的超贵。啊？什么贵？不是宇治金石蛋糕吗？这是我妈妈做的蛙贵。啊，又是贵。这是我带来的酒酿桂圆面包。嗯，好好吃哦。
暂时无法接听您的电话。你有看到我昨天放在你桌上资料吗？嗯。那，既然你那么喜欢做面包，那么就好好的去学吧。接下来的事情，我会帮你安排好。别再跟那个女的纠缠不清了。我要走了，要离开这里，去学做面包。因为我想再看见你的笑容，那个充满幸福的笑容，那个吃了我做的面包，绽放开来的笑容。谢谢你。给了我追求梦想的勇气，请你相信我，给我一些时间，我会为了你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你，那又怎么样？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就够了啊。那个马修很过分哎，竟然把剧组带回台北，就为了不让阿丹再见到贾斯汀，实在太可恶了。那个贾斯汀更过分，竟然不告而别，传封简讯就说要去法国，把我们阿丹当作什么？妈，怎么办？姐姐样子不太正常吧？从来也没看过他这样子啊，这两天让人好担心哦。来，真的吃，等一下还有汤哦。这能吃吗？哎，什么味道啊？爸，你回来就好，只好奇怪哦。现在就只剩下你可以解决了啦，你赶快想办法。你痛不痛啊？哦，不痛不痛。
痛死了啦！你干嘛打那么用力啊？自己还不是一样。我听你妈说，你跟一个大明星谈恋爱了。哪有？听妈乱讲，朋友而已啦。好好好，朋友就朋友嘛。如果是朋友，为什么会让你心情不好啊？像我刚才啊，我就故意弄出个破绽，你都不像以前那样攻过来。我只是讨厌他们不告而别，连声再见都没说就走。哎，这老爸除了打拳啊，什么都不懂。我知道这很痛，但是我们练武的人啊，不能怕痛，要勇敢面对人生和挑战，这样子才对得起自己，不会有遗憾。阿丹，人的一生啊，总有许多过客，离开就离开了，如果他不是过客，就还会再回来。不管如何啊，我们一家人啊，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啊！好了好了，妈妈的心肝怎么哭了啊？心肝，妈，好好好，快快快快，不要这样子嘛！嗯，妈妈的心肝最勇敢的了。妈会心疼哎！哎，跟你说，我的论文啊，终于写完了，而且听说自己就会刊登喽。是哦，好期待哦，一定要让我看哦。我同意啊。当然啦。爸。丹，你干嘛？怎么着？真傻啦！卖什么菜啊？难吃死！我靠，这么难吃吗？可恶！快，女孩，出道！喂，你在干嘛？坐好！包你鬼！你们光溜二十四下欺负老人家，还不消停啊？都死！就这样过去了，阿丹姐姐似乎恢复正常，也变得更加坚强。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像阿丹姐姐一样，教训坏人，保护全世界。À la base, votre levain, il va remplacer la levure de boulanger. Donc pour la faire, deux choses. Il vous faut de l'eau et de la farine. Vous les mélangez ensemble, vous couvrez ça avec une serviette et ça se repose pendant 2-3 jours.À 20 degrés de température. Ensuite, vous allez avoir un liquide qui va se former et ça va avoir un peu une odeur de vinaigre. Comme un vinaigre, mais quand même un peu moins fort que le vinaigre. Do you understand?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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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去法国学做面包？我看那个贾斯汀根本是去把妹的吧。根据我这次论文的研究，爱情呢就像是大脑里的化学鸡尾酒，是由多巴胺、苯乙胺和唑叶催产素组合而成。一旦时间久了，人体就会对这三种物质产生抗体，于是爱情的感觉就会消失了。所以真正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啊！
反正男人就是很容易变心的，不是吗？侯南琪，不管你怎么阻止我，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喜欢你。啊黄丹琪，我喜欢你。阿呆，好久不见，你还好吗？那，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告诉你，就算我再怎么爱吃，我也不可能吃你做的面包。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去法国学做面包的梦想，就是想亲手做给你吃。因为我真的想再看见你幸福的笑容。这个送你。你送花给我干嘛？这能吃吗？你这个虚伪的人，你以为送玫瑰花就可以代表你的心意吗？不停想你。
我是真心喜欢你。我将感情先堆满在心底，打拼荣耀献给你。小米干嘛一直在打这条围巾啊？哎呦，你不懂啦，他打这条围巾已经好几年了，还不是为了要等待那个懂得欣赏他的人出现。哦，怎么没看到阿丹？阿丹今天是特映会，他该不会是去后台找那个贾斯汀了吧？贾斯汀，要让我看到这个家伙，我一定要亲手揍扁这个大明星！哎，不准你和他一样！哎，怎么会啦？久等了，久等啊，各位乡亲，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电影的特映典礼。在看电影之前呢，我们先来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小镇上最年轻有为的谢欧丽谢镇长来为我们致辞，来掌声欢迎。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今天很欢喜，大家都来看由十八档人赞助的《日安我的爱》特映典礼。好，这次非常荣幸，我们的电影剧组来我们小镇取景，然后我的儿子呢，斗宅也在这部戏里面客串一个角色。来，斗宅和各位介绍一下你在这部戏里面所客串的人物背景以及角色性格。爸，我就是背景啊。哦哦，不要紧啦，能够为台湾电影有贡献一份心力，并且让我们小镇的风景能够为更多人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乡亲的光荣。你讲对不对啦？对啦。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再快点一下就丢了哦。在那之前呢，我和我儿子哦，想要合唱一首也曾经轰动全台湾的一首流行歌曲，叫做《转把七彩霓虹灯》。来 ，keyboard 老师应该吹落去啦啊！转把转把七彩霓虹灯，让我看透这一个人生，让那没有答案的疑问。姐，你在干嘛啦？没干嘛，躲开了。你不是看你演的电影哦？不要看了。哎呦，不想看，走开，走开，出去，出去，出去。你想试试看吗？很好说。你这面包在哪里买的？就新开的那家面包店啊。是啊，看见这么美的天气，就会想到你。哎你看海鸥哎。真的哎。嗯。哇，他们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幸福哎。阿呆。谁是阿呆啊？你知道吗？
你来干嘛？这个。怎么样？好吃吗？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我可是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可以吃的玫瑰，而做的玫瑰情人面包。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想把我的心意透过面包传递给你。是你让我有勇气做自己喜欢的事，找到真正的自己。因为想让你幸福，我的人生才有了重新努力的目标。谢谢你。喜欢我吗？很喜欢。我忘记是谁说过的一句话，人生就像一个面包，好不好吃，吃下去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从今天一个地方，风永远永远不能忘。他在那里的相恋情。查某开始真扭捏呢，未歹未歹，这个查某吼一定红的啦。水啦，就是安尼个整落去啦。就这样，我的初恋结束了，可是阿丹姐姐的初恋才正要开始。别以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哪里找来的啊？摔都不会摔，人家是弄伤我们家的阿丹了，你可是赔不起的呀！哎，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觉得刚刚那样很 OK 啊，你有什么问题吗？哎，看你这个态度，好像不打算道歉是不是？要做功课嘛，好不好？把他带走。哎，走了。哎，小米，去啦。哎，辛苦了。怎么样？我刚刚还好吧？不行，罗拉都打不过你。哎，我千万不会惹。这是爱。啊？嗯，哦，我肚子好饿哦。饿，别吃了吧，蝴蝶都在飞了。哪有？饿死。喂，阿呆。哦，是阿丹啦。铮铮。哇，面包哎，谢谢。
帮你拿。嗯。外套。嗯。阿蛋。嗯。不要受伤喽，加油。长头发，但每天都洗头发。我不是细长腿，但没有萝卜腿。我不去做指甲，但是我没有灰指甲。但是我没有灰指甲。我是不爱念书，但至少我能毕业。我没有名牌包。但我有 Nike 包包，我不穿高跟鞋，因为球鞋跳得高。我不是大美女，我只是不男又不女。我只想好好做自己啊。我就是我，我活得很快乐。是每种
着很快乐。